歡迎大家收睇《科學新知》啊！咁係2023年將盡啦嚇，咁下禮拜係咪都要做下呢個2023年嘅回顧？下禮拜或者再下禮拜啦，咁計下條數啦，因為大家都知㗎啦，睇得《科學新知》咧，都知道每年年尾咧都會有兩三個呢啲咁樣嘅科學機構去公布下年度嘅十大科學突破。咁而家我都開始要留意一下啲資料啦。咁當然梗係希望就係越係靠近年尾，越係等到去即係最一兩尾嗰一兩個禮拜時候先至講就完善啲啦。嗱，咁但係你估唔估到咧？今年咧最熱門嘅字係咩字咧？咁樣咁啊，開估啦。可能係 AI。係，咁的而且確，今年我哋睇到 AI 嗰個突破啦。咁另外其實就算量子嘢，我哋都睇到一啲嘅突破啦。咁啊，量子嘅電腦咧，我諗而家就已經係一個接近商品嘅階段啦。即係所謂接近商品，就唔係你同我都買到量子電腦，而係話咧，我哋開始喺市場就即係可以做一步出嚟，咁啊，大家走去買啦。咁當然呢個咧就離唔開我哋上個禮拜有講到，就係呢個 IBM 啊。他們做那個量子的算是電腦味的那個算是的嘛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裡面那個晶片的設計現在如果由 IBM 去講我相信已經是進入一個商品化階段了所以商品化的意思就是有沒有可能是 大量生產這裡就問這件事就早過頭的我會這樣說但都要總結一下其實今年呢我諗就算對於 IBM 呢間公司自己嚟講咧，都非常之多嘅里程碑係確立咗出嚟嘅。即係我哋喺早幾個禮拜時候都仲好孤陋寡聞地講 IBM 似乎喺近年嘅呢啲咁嘅無論晶片啊、電腦或者即係唔係量子電腦好、超級電腦好方面嘅競爭好似比較沉寂。但係喺今年咧，我哋睇到一年氣有兩三個突破咧，都係 IBM 咧就走到去成個呢一個。開發的非常前沿的位置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們一直說那個關於量子電腦的競爭很多時候就說一些研究機構之間的競爭即譬如中國科學院還有如果是美國的它可能都是說 Google 這個公司大家都知道 Google 這個公司它有搞這些這樣的超級電腦和量子電腦的研究但它主力不是想著賣電腦的嘛即 Google 有很多其他的業務的嘛但是呢我如果留意尤其是今年2023的下半年度呢 IBM 無論在它那個最基本的傳統那個的運算晶片的開發概念上有些革命性的成果走出來這個我們幾個禮拜前提過在今個禮拜時我們又看到呢就是它在那個的量子電腦裡面呢也都有一個很大的突破最新的它的一個公佈呢就是說呢有一個叫做1000個 qubits 的這個的量子電腦就由這個的 IBM 那裡整成了出來如果大家有即深水清看過我們先前講量子電腦的話呢我們都是提到、對上一次的記錄是幾百個 qubits 然後呢我們就預示了日本是講緊呢一個嘅Riken 啊，嗰個理研啊，即係嗰個日本自己嘅科學研究嘅最殿堂級嘅機構啦。咁佢哋係個目標 set 咗話嚟緊都要搞一個1000 qubit 嘅電腦，似乎就係要咧趕上翻成個世界嘅潮流。咁如果咧大家睇下最近期嘅新聞，有啲我哋科學新知都嚟唔切報嘅，就係其實講緊喺十月嘅時候咧。已經有一間美國的呢啲初創嘅公司已經搶了在日本和在 IBM 之前，甚至乎喺中國大陸機構之前，係搶先去話公布了自己整了一個係有成1000個 qubit 嘅量子電腦。那間機構就叫 Atom Atom Computing 咁，佢係一間初創公司嚟嘅。咁而到今個禮拜啦，我哋就見到咧呢個競賽咧又加添一個新嘅競爭者。IBM 就亦都喺日前公布咗一個1000個 qubits 嘅呢啲量子運算系統。咁睇個數字嚟講，你就知啦，越多呢啲 qubits 咧，代表住佢個運算能力越強。即係話咧，佢能夠去做到一啲傳統嘅超級電腦都做唔到，唔夠佢咁，即係都唔夠佢咁快啦。咁而家咧就 IBM 呢個量子電腦咧，就似乎暫時領先。我哋睇翻佢 Atom Computing 嗰度咧，佢哋話佢哋最先啊。是達到這個1000 qubit 的那究竟現在是誰領先呢這樣說我就會說都是這個 Atom 這間公司
佢即係公布咗，就應該係如果講一千 qubits 呢樣嘢咧，就應該係佢行先。咁但係實際上嗰個運算嗰個嘅效能係點咧？暫時唔清楚，因為咧如果講話量子電腦佢嗰個運算效能咧，你淨係快唔快，咁可以係一個一把尺啦。但快得嚟多嘢錯就大鑊啦。快得嚟多嘢錯就大鑊啦，即係等於你整咗一個賽車。哦，我個引擎個馬力可以有幾勁幾勁，但係你實際上擺得落去 run 去用嘅時候，係唔係可以俾到個好嘅 performance 咧？就另外一回事嚟嘅嚇。咁所以暫時我就唔係好識去比較喺十月中 Atom Computing 佢呢間嘅呢個嘅一千 qubit 超級電腦勁啲啊，定係而家講緊 IBM 佢嘅一千 qubit 呢個超級電腦勁啲。咁但係 IBM 嗰方面咧就已經公布咗啦，佢嚟緊咧就會再向嗰個準程度嗰度咧就再去改良一啲，咁個意圖好明顯嘅，就係佢準備將呢樣嘢變成商品。嗯，即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咧，就係遲啲咁啊呢啲嘅一千 qubit 嘅啊晶片咧，你就要同 IBM 買啦嚇。咁未其他公司可能我哋都未聽到。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距離佢實用嗰個階段，你估計要幾耐到？嗱咁樣講啦，對於呢啲咁嘅超級電腦或者係量子電腦都好啦，開頭咧你未必好需要量產。即係你可以能夠生產到變成一個商品係可以，但係係咪需要整到係預備係成億嘅人一齊用咧？呢個係兩回事嘅嚇。即係就算當初你話互聯網啊、普通呢啲家用電腦都係嘅，佢係可能賣俾個別嘅公司去幫佢哋嘅業務，即係提供一啲叫做 business solution 嘅嘢比較多嚇，或即係無論你係做工程嘅人又好。抑或係做金融啊、資訊啊嗰啲嘢都好，佢係即係你嗰間公司有咁大嘅流量、咁大嘅運算量，咁你咪買嚿咁嘅嘢嚇。咁你要用嘅時候，我就度身訂造整一部俾你。我入行嗰陣時，八十年代 IBM 做呢啲嘢嘅，即係就算你間中型大型嗰啲公司，你要搞啲嘢，你嚟 IBM 啦。係。佢同你度身訂造整一部咁樣嘅電腦，啱你公司要求嘅電腦嚇。咁佢即係好得意嘅，即係佢唔會話有一個一系列嘅產品有曬編號喺個 catalog 揀，我要呢款呢款呢款。佢總之就係根據你嘅需要同你砌你要嘅嘢。咁而家咧，你話無論超級電腦好啦，量子電腦好啦，都係會咁做。譬如你話香港天文台佢要一個更加即係精密運算嘅一個嘅硬件嚟去幫佢計天氣嘅嘢。咁你計天氣任務嘅嘢嘅時候，哦，咁你咪度身訂造嚟去做，即係做一個咁嘅嘢，淨係做一步咯。據最新消息就佢又唔係做 IBM 買嘅，係同華為買。嗯，係，咁呢啲就另外有即係另外有話題啦。係啊，OK， 咁但係嗱，其實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呢樣嘢噶嘛。嗯。咁我哋今日再睇嘅時候，其實有啲咩新嘅嘢係突破？嗱，係啦，呢個就要講啦。頭先咪提到嘅 IBM 整嘅呢一個版本咧，佢就講到明㗎啦。嗱，佢暫時咧係有1127 qubits。嗯。嚇，咁係唔係之後你話鬥加得多就叫住贏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嘅標準。但係咧，佢有提到嘅，佢嚟緊嘅心力就主力就花費喺咧點樣去控制佢個誤差嗰度。咁呢度又要提一提佢自己公布咗嘅另外一個技術突破喺邊度咧？咁你要嗰樣嘢控制住個誤差，嗱好得意啊！如果喺傳統嘅電腦入邊，你控制誤差咧，有另外一套方法，嗰套方法係唔一定需要用到量子概念嘅。我記得咧喺即係讀下少少一啲電腦常識啊，嗰啲咁嘅信息工程入邊嘅概念嘅時候咧，佢哋有啲好簡單嘅幾套方法嚟去測試住啲嘢有冇誤差嘅。即係譬如你由呢度 download 啲嘢落嚟，你點樣確保你喺原本嗰個嘅伺服器上邊嘅資料係同我而家 download 落嚟嘅資料一樣咧？係一定要有一套嘢去 check 住一啲嘅誤差，有一啲就可以 check 得快，但係 check 得粗疏啲；有啲就 check 得精密一啲。即係你最笨嘅一啲方法就係可能你逐個字去 check， 咁變咗咧，你每 check 一次咧就嘥咗你一啲嘅流量嘅。咁於是乎你可能 download 一 meg 嘅嘢咧。你淨係幫你 check 嗰啲嘢咧，嗰啲信號傳送咧，又係有另外一 meg 嘅嘢，即係你為咗要確保嗰一 meg 嘢能夠準確傳送，可能你附帶咧，你成個下載量係去咗成多咗一倍都唔平。咁所以就好多人去諗好多方法嚟去負責檢測呢啲誤差啦。咁呢個係講緊一啲傳輸上嘅誤差啫。咁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概念上嘅説明啦。
在那個運算上面都是有時我加一下減一下計的東西，有時會累積到一些誤差，有時個誤差是純粹很無厘頭就來了的。上個禮拜我提到的無端有個宇宙射線射落，就射中了你這個的晶片。其實 是發生過這件事，就初頭應該是 Intel 的，即係突然間發生個晶片，計數計錯了，係來去外面有輻射射彎咗佢啫。咁啊，佢初頭唔知啊，搞好耐，收尾有條友咧啊先醒起，可能係宇宙射線。係咁，結果佢解決咗啲問題。咁你跟知唔知佢跟住點咧？佢成世唔使做。你解決成世唔使做，因為成個白個 patent 啊，嗰個專有專利權喺佢手上。好多時你就係要外邊再加一件嘢嚟，一路去監察住個運算咯，睇下佢有冇誤差咯，然之後適當地去引入翻呢樣嘢。咁而家係咯，你每即係等於你一架車，你需要去搞嗰啲咁嘅保，即係叫做安全系統，一樣嘅啫。你個信息無論傳輸好，因為運算好，你都要搞一個安全系統。咁而家咧，IBM 呢度就講緊，佢希望能夠咧喺呢一個1000 qubits 嘅呢一個咁樣嘅量子晶片嘅運算嗰度咧，就加即係將佢改良好佢嗰個嘅除錯嘅系統。傳統嘅除錯系統咧，佢就發覺你每一個嘅運算單元咧，係其實後邊需要有另外1000個運算單元嚟去 back up 嘅，嚇，即係好得意嘅。佢而家講呢個1000個 qubit 咧，你唔好諗住就係1000粒嘢喺度互相相互作用，咁就叫做1000個 qubit，而係每一個 qubit 入邊其實仲有後邊一大堆支持住佢嘅其他 qubit 嚟去代表呢個 qubit 嘅，即係話呢一個咁嘅量子 qubit 嘅運算單元，其實入邊係有另外成上1000個嘅其他 qubit 嚟去代表佢，即係可能就係你可以想象就係、照正常嚟講，呢、這個 qubit 上邊嘅狀態係唔係01，抑或係10，抑或係其他嘢咧，就要好睇後邊嗰班嚟同佢做 reference。如果大部分都是表現到誒係同一個嘅，因為其實大家都可能有誤差，但你就看看就係話大家互相去對照 check 嘅時候，就睇下點樣去嘗試將啲誤差去即係去清除咗佢。個原理有少少似嘅，就係話我哋而家玩以讹傳讹遊戲，你就擔心你呢隻耳同你呢個腦會記得唔好，於是乎你後邊揾多1000個人同你一起去聽，睇下最後。然之後再大家組合出嚟睇嗰啲嘢係咪一樣，咁於是乎你確定到係一樣嘅時候，先再將啲嘢去傳落去，去計落去。咁而家喺量子嘅層面又係啲嘢變得太快，入邊係會個誤差嘅機率你會知道。你唯一將佢減低誤差的方法就係你擺更加多嘅呢啲咁嘅量子單元落去，嚟去幫手去互相去印證嚇。咁所以點解就會話咧，每一個叫做真係實際參與運算的 logical qubit 後面是有1000個實際的呢啲咁樣嘅量子單元咧，嚟去即係一起去代表住佢，一起參與住佢。所以你以為是1000個 qubit 呢啲嘢有1000粒嘢喺度互相相互作用，其實係有1000組嘢喺度互相相互作用，而每一組入邊亦都有1000粒。所以咧，最後出嚟條數就係咧，你要建設一個咁嘅1000 qubits 嘅量子電腦入邊，真係牽涉到會喐嘅量子單元係上80000個。嚇，咁呢樣嘢咧，其實就係我一路講咁多量子電腦都冇特登著墨到，因為自己學即係未學得曬。即係原來發覺就係話，你真係要將佢除錯咧，係要用到咁嘅方法。IBM 咧，佢叻在一個位就係咧，佢發明到一個方法就係唔需要用1000個嚟幫你確定嗰一個啱。而係去揾到個方法係可以用400個左右，就代表到咧就係嗰一個係啱，即係話佢能夠個除錯嘅能力係提升咗。咁所以最後嚇，如果講嗰個嘅運算嘅速度同埋質量咧，IBM 如果做得成嘅話咧，就更加有確據係確認到佢會比先前嗰個 Atom Computing 做得更加好。咁即係呢度睇到好明顯嘅就係話咧，IBM 就如果佢純粹就係揾住跑條數，就係志在大家 qubit 多嘅話咧，佢達到目標噶啦。但係咧，如果真係要真係攞得呢樣嘢出得嚟去揾錢賺錢咧，就要將呢樣嘢個除錯能力提高。咁而家就拭目以待啦，睇下佢嚟緊會唔會推出第一個真係咧可以有實際用途嘅一個嘅量子電腦系統。而嗰樣嘢個實際用途講嘅就係話咧，已經係有公司同佢訂，係可以攞嚟擺喺某某公司度用，然之後出嚟個運算效能好高。咁呢樣嘢睇下幾時會發生。哦，咁呢篇文章你有講到頭先你講嘅問題嘅，即係
我哋上個禮拜雖然有講到呢個一千個 qubit 嘅晶片嘅，但係冇講到個除錯問題啊嘛。係係。咁如果話佢有一個咁嘅附加嘅即係去監察嘅系統咧，會唔會將嗰個晶片嗰個面積會加大咗？嗱，一定會嘅。你要有除錯入邊實有一啲附加嘅負面㗎啦嚇。咁問題就係話咧 ，IBM 而家佢用到嗰套除錯技術，可以比人哋做得更精巧。即係話咧，每一個其實你每一間公司、每一個機構，你無論中國好或者美國，因為嚟緊日本都好，你大家都有數得計㗎啦。你都即係最基本，你都要用翻一千個 qubit 嚟去幫其中一個 qubit 嚟去除錯。但係有冇人能夠掌握到好似而家 IBM 呢一套咁嘅核心技術付諸實行咧？咁相信嗰套技術本身都變成一個學術文章，又公布咗出嚟㗎啦。問題就係你點樣將你而家要將呢樣嘢去付諸實行？希望未來甚至乎做到就係會唔會400都唔使再用少啲咧？你能夠將嗰個除錯嗰個部分去再縮細咧，似乎就係令到成個晶片去微型化其中一個好必經嘅階段。我相信在我哋有生之年我哋就會看到呢個量子電腦嘅普及應用噶啦。啊，咁呢節一個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神秘的嘢第一節。咁啊，2022神秘的嘢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日會同大家講啲咩咧？就係講一單咧喺飛機上面發生嘅古怪嘢啊！咁話説咧。在幾個月之前咧，就一架美國的內陸機咧，突然間有個女人啊，就企咗起身出嚟咧，就大吵大鬧話要落機嘅。諗到底係發生啲咩事咧？咁呢個女人咧就話闖去隔離嗰個咧就唔係人類嚟噶，大家唔落機咧，咁啊成機人都會死噶啦。有好多網民喺度話咧，就話其實個女人咧就其實可能係冇講大話嘅，就話坐喺個女人隔離一個咧係一個叫 shapeshifter 嘅嘢噶。咁啊，幾圖你點睇啊？嗱，呢樣嘢咧，其實都唔算係新噶啦。以前我哋向神秘的嘢都有提過嘅蛾獸，咩係蛾獸呢？蛾獸就係可以變成人形嘅神獸之一。咁點解今日咧神秘的嘢咧會講呢個題材呢？嗱，其實你諗下，如果啊 shapeshifter 係真嘅話，就會唔會啊我哋身邊嘅人咧，其實未必真係嗰個人嚟嘅咧？其實係 shapeshifter 去模擬翻嗰個樣嘅嗰個人咧。喂，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咁即係可能有一日啲觀眾喺度睇緊嘅咧。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做節目，而有兩個人就扮緊我哋喺度做節目嘅喎。但如果是咁就好嬌大鑊啦。咁有機會咧，啲人就真係咧追緊啲假嘅節目，就唔記得咧就追我哋嘅節目啊嘛。咁關鍵係，如果啲觀眾睇完之後喺 YouTube 上面，佢哋訂翻個訂閱制，咁問題咪解決咗咯？嗱，冇錯啦。其實我同阿紀圖咧就真係冇夾過㗎啦。但係正正咧就係我想講嘅嘢啦。其實咧，就有人扮佢哋兩個咧，就唔緊要嘅。最緊要咧，就用 YouTube 平台睇我哋節目嘅觀眾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鐘仔喺度咧就撳一下。咁我有新嘅節目咧，就會有通知噶啦。咁啊好啦，今日神秘的嘢咧就係咁先，之後咧就有神秘之嘢啦。並唔係真係我同阿台長，唔係，我做台長，所以我係企圖啊，嚟嗰次 ，sorry。